建筑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建筑师除了要构思建筑设计，还肩负着怎样的使命呢？今集嘉宾，地产发展商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蔡云卿。建筑师不是艺术家，我成日都话，我哋要分开。建筑师是有个实际的功能，是帮人去服务社会的。大师对谈第七季，逢星期一晚上8:00，港台电视31。